进入退休之年，人生的新阶段，您做好保障规划了吗？美国政府专门为65岁或以上长者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， 每年在10月15日至12月7日为健康保险年度转换期。这段期间，长者可以增加、取消或转换现有的保险计划。符合资格的长者是不是正在为如何挑选最合适的价格、最周全的保障而烦恼？专注于您完整保障的联邦健保优势计划公司福全健保，以您的健康和文化做规划，以西方和东方医学的优势为后盾，并拥有广泛的语言服务提供者、医生、专家和顾问组成的网络，让您在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年度转换期的选择上给予最好的帮助。我们大家俗称的红蓝卡，也就是联邦保险计划啊，为每一位投保人呢，在每一年的10月15号开始到12月7号为止呢，这段时间呢，大家可以做转换的一个动作。也就是说，您在对目前的保险呢，希望有一些转换的话，那在这段时间必须要提出申请，所以时间不多呢，希望大家呢早一点行动。传统的这个联邦医疗保险呢，说实在，大家呢对它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，因为它蛮复杂的啊，有 Part A 啦、Part B 啦，甚至于 Part C、Part D， 大家有的时候搞不清楚那是什么。但是如果您加入了这个福全优势这个健保计划的时候呢，它提供的是一站式的服务，所以你再也不用担心啊，什么时候看医生会不会不方便，住院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申请动作，在这个福全健保你一旦加入的时候呢，这些都是一站式的服务啊，而且对你的医生的选择啊，医院的一些安排啊，一些这些治疗的一些这种疗程啊，这些的转介啊，它都是非常简单啊，一站式的服务，所以为这个大家的这个节省很多的这些时间。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非常欢迎您致电福全健保的专业团队，福全健保会用非常亲切的态度，用您的语言为您提供最亲切的服务。中天中望采访报道。